岭东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，我叫吴胜美，大家可以叫我木炭，也可以叫我花栗鼠。为什么叫你木炭呢？木炭是因为我天生就是皮肤就是黑。欧巴对。对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岭东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的吴胜美。大家还记得我吗？就是那个 model 走秀非常闪亮的那一个介绍人，就是我。那我觉得来到超火真是一个很不同的体验，因为在一个这么大型又那么专业的这个舞台上，真是让人家觉得很兴奋，但是又是很紧张的时刻。对，那可是自己很没有信心啦，但是我一定会有决心，我要抗战到每一关都可以过关。谢谢你们。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，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，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煎熬。故事。